兄弟们好久不见，这是我太久没打单排了吗？你们就来帮我看一下这一波这个人有没有问题。这把航线飞不到创冷源，所以说先到创冷源的先拿枪。你看像这些后到创冷源的人一定要吃我一桌子子弹。不过我是后面剪视频的时候才发现这角落居然蹲着一个人啊！不过不影响，后面又来一个人要给我送头了。你干嘛这么想来主楼？主楼被我霸占了不知道吗？现在一楼来了一个人呢，这个时候要注意试探一下他。注意这一手雷爆炸的话会有雷声给这个人造成耳鸣，我们可以试着朝前面压一下的。现在不要犹豫，赶紧往回拉，同时下手假火骗他出来，加好一秒准备打。你看这单排心理学不直接拿你死了吗？现在教兄弟们来打一下这个空投舱啊！你看现在这上面灯塔，哪个灯塔的那个灯先转过来就证明哪个灯塔它开了，知道吧？哪边先开就打哪边就行了，在门口贴两个燃烧弹就直接怼他就行。多利先给边侧门封一个铝弹，另外两个门的话他是不太可能出去的，所以就封一个就好了。这个人还在打提前枪，所以这手雷肯定是我们先捏的，再给他来一手。这个人丢雷都不丢顺爆的，所以说他肯定是被我们炸到了，想阻止我们冲他。这个雷炸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去把他冲了好了，省得我开枪，一个顺爆直接给他塞满，轻松拿下。兄弟们这边看到一个超级空投，肯定是要来追他一手的，自己有这么好的装备肯定是要去抢别人的。你看这个人是小呆呆吧，还在房顶上打我。兄弟们打小黑子一定要能对枪就对枪，因为一般他们枪法都比较菜，这个时候他不漏了他肯定在丢东西，所以说赶紧动一下。哎呦还好我走得快，不然的话这个火肯定是给我烧到了。哎呀给你对枪的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这个时候就不要怪我掐雷了，就是说房顶上掐个三秒的顺爆雷直接跳起来给他砸一个就可以直接开弹上了，这个雷是必中的，打的就是自信，没中也是中了。单排打的就是自信，怂了就一定打不好。这边上房顶加一手空投，看到这有个小白点，这个是再说是偷师直接拖出去斩了。不是你看嘛，我非得我打人的时候来动手是吧？还好这波没弹枪，弹枪的话就死了。这个时候用坤哥给我们回下血，回下血得躲一下了，这个位置是会吃雷或者说吃燃烧弹的，被耗了一波血量就不好受。这个雷一响，这人肯定是到脸上了，不过他还没到房子里面，有房子里面的话就能听到的是声音，等会儿名声没了再去操作他。跳下雷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给他拼雷了，拿这个火看能不能烧到他，烧到的话也是大赚。不是哪有这样的呀，身法接我子弹。好行，现在把这个人打完了立马去找刚才抽我的那小逼崽子。哈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黑子看到你露出犄角了吧，你就在树下趴着的。真的是惹我坤镇长揍你没商量。作为海岛警察自然要来巡逻一下这些人，你看诶房顶上有一个，好我们守住巨人家玉帝，根本不要再怂他的，先给他拆一手顺爆雷，开一下闸门来骗一下他的视听。周围有车来的话是一定要赶走的，如果不把他们赶走的话，待会他停一楼和我们打的话，那最难受的就是我们，一定会被楼顶上的这个人劝掉。周围人都走，现在就皇城一 v 一 battle， 注意听，他还在房顶上，这个雷应该是能够磨到血的，这雷肯定是磨到血了，而且还有个耳鸣，所以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我们的位置，看能不能看到他来抽他一波。好，很明显这个人还是不上当啊，再给他拆手顺爆雷。唉。哥的冷酷零下八度，这个雷是真的屌。不过兄弟们就在我舔包的时候，你们看这他妈房顶上怎么来了一个大菠萝，哎双方整体秒变一波，还是我赢了。哎呀这波但凡这个人会玩一点我都没了。现在就会有人说就只会欺负没空投枪的人是吧，好行你看这一波打这个有 MG3 的人。这个时候甲子位到右边，他的雷一定是比我们先掐的，所以这个雷
还是不要丢，然后再跑到左边小房间这里，不管他怎么样，他雷都是丢不到我们的。你看这个雷肯定是骗人进来了，进房子就可以到这个楼梯间这里卡位置丢他阳台的雷。这两个雷一出，这个人绝对非死即残，再给他补一个雷，这个雷炸了有个耳鸣，绝对可以把他冲了。哟吼，你要子还挺凶的呀，这一波看一下全部听到他会怎么说。哇，士可杀不可辱，我敬你是条汉子。兄弟们帮我看一下这波，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透视。注意看，这个人绝对是个透视，你看无掩体跟拉一眼都不带怂的。好，不在门口先看，直接就进房子。好，一点不带怂，都不怕里面有人在溜。好，下一手假雷还在这装，还在演这个人。注意看下面这一波，绝对可以把这个人给实锤。像这种透视他绝对就是在演，往对面二楼丢雷，然后来演一下他不知道人在哪儿，实际上他知道人在哪里的。你看就这一波，这个透视直接实锤，他先上楼，好，试探步还直接打圣枪，直接把这个骗出来了。这不是透视什么，他怎么知道二楼有个人就往那儿开枪呢？好，他还掐了一次顺爆雷，你看他怎么又知道人在这里的。哇，举报举报举报，哇，这谁呀，怎么还开透打单排呀，真的是服了。不过小偷不算挂呀，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听到最后一个人的脚步，他就在前面。注意看小地图，这个人他是拉近一楼没有动的，所以我们可以掐着这个雷跳下去给他丢一手反弹雷。他还以为敌不动我不动，但实际上我们是知道他的人的位置的。你看，太傻子吧你，你干嘛。